主料，芥菜200克，鸡蛋2个，辅料，水，油，盐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鸡蛋打成液，芥菜泡洗干净切细丝，放入蛋液中搅拌均匀。热锅热油，油一定要热，放入葱花爆香，加入蛋液，待蛋液凝固，翻面并炒熟。成品。烹饪技巧：芥菜本身有咸味，小心爆盐。二，油要热，炒的蛋才香，可以稍多放一点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